的这个解释，哦，因为伊若解释哪济，那表示讲伊这是讲未通的啦。啊，正在大家拢感觉讲，他唔知要安怎去做较好些解释的时阵，哎，十月十七嘛吼，这个马英九啊，讲啥呢？讲啊，伊咧考虑啊，要甲北京签这个和平的协定啊，和平协定。哇，这真大胆嘞吼！感觉上那种有咧倒扛啊你呢，一步一步，咱讲吼，温水煮青蛙，哦，甲咱本土台湾人一步一步引导。入去一个真危险的境界呢，对吼，咱个想起来，实是台湾的危机重重啦，危机重重。自从1945年10月25日第一天，中国军队入来个台湾来接受这个日本的这个受降，安尼两年伊就宣布讲。台湾归还和中华民国，啊，台湾已经光复啊！呢，用这来瞒骗台湾人。啊，伫这里进前啊，开罗宣言发表以后，伫中国的半山就开始对台湾做足的广播。用 radio 用 radio 的公布对台湾公布，而且呢，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因为欠缺国际观啊，无迄个国际观，对国际的关系也无什么了解。咱知影，足济迄个时阵也是有读英文的教授，也是讲教英文的老师，但迄个时阵。真少人去研究国际法，也是讲国际关系。所以啊，迄当阵的知识分子嘛，一直想讲，阿里比汉瓦了，就是汉人。当然，咱无否认讲有少数的人对福建的沿海。前来这个所在来发展，但是我昨恰恰我昨看一本册里底讲到李春山，这个讲到李春山较详细的解说，李春山就是1895年日本兵入来到台北的时阵，伊为了维持台北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特殊啊，伊特别邀请英国、美国的生意人去甲日本兵来谈判，要安那来和平移转台北，卖发生战乱安尼。这龙应台写哦，已经推崇这个李春山呐、啊。伊讲李春山是厦门人，28岁，伊是28岁先，伊是。基督教长老教会，18岁时，伊就来台北发展，啊做地，啊然后伊足济观念甲中国的知识分子拢无共款，伊接受西方的基督教的文化，然后伫这个大道城迄个所在起一个大道城的基督教长老教会，啊，伊感觉讲中国一直咧讲进化论是正确，伊反对进化论迄个观念。啊，过去我嘛冇看到这段呢。啊，假使讲伊讲伊是厦门人来吃，是正确的先，咱会当可以会当想象，哦，讲有少数的中国人，确实伫1895年进前就刷来台湾，但是大部分的被汉化的被捕捉的，家己并无了解伊过去真正的这个。祖先的这个传统，也是讲祖先的这个传承啦。哦，因为根据那个
咱讲沈建德哈、哦，沈建德所讲来讲，晚清的时阵，因为足重的税，大租、小租，哦，啊，对农民的税拢足重的，大多数平洋的平埔族拢是农民，那像阮家就是啊，历代拢是农民，啊，租税租税拢足重的，啊，所以晚清的官讲，你若是接受汉化。接受汉姓，接受我给你的族谱，我来给你减租减税。啊，当然啦、啊，这足现实的问题啊！哦，你税金甲当家呢，因要剥削哦，税金当家呢，我为了减轻我的税金，增加我生活的内容，改善我的生活，我当然是足乐意接受这个所谓种姓啦、姓氏啦、哈、姓氏啦，还是讲族谱。啊！但一代过一代无交代清楚的时阵，煞家己想讲，伊就是汉人。啊，所以伫战后1945年战后中间，一方面半山伫中国大陆对台湾做足着广播，另外一方面是咱本土的并无做汉化了，家己是想讲伊是汉人。我讲一个例，我伫做局长的时阵，伫咱这个对过两个山头遐。我伫做田，迄个所在，迄个村头叫丁社。丁社所有的姓，大部分拢是姓男的，姓黑社，哦男，哦社，还有潘，姓潘这三姓。这三姓为主体是拢凯达格兰族，凯达格兰族，一看起来就是咱原住民的迄个样貌。因甲我讲哦，因在地人甲我讲。啊，迄种阵吼，你若讲讲华啦吼，你红骂哦。因即使看起来就是讲海拉格兰族的，你袂使甲讲是华啦。伊讲吼，有一个人用铁马，较早铁马就不得了啊。哦，我六十年前、七八十年前有铁马就不得了，用铁马，铁马后边迄个鸡啊足大个，用狼啊载拖翻啊阿阿囝入去。啊！再个迄个砖头的，对个讲哦，土黄啦，土黄啦，囝啊，土黄啦，囝啊，呢，你袂土黄啦，囝。又有一个人啊，唔知是姓潘啊姓哪，讲哎，袂阿囝，你来，你来。哦，我要看你啊，讲怎啊个透气，讲提落来好看呢。规拢个倒对啦，倒对迄个路边的迄个水乌落去啦。啊，你袂土黄讲，啊，你哪呢？你哪搞我黄啦？土黄啦，阿拢个倒咧水底咧。因为啊，你是啊入砖头了，你骂我是黄啦。你知无？意思讲，伊本来就凯达格兰族是平埔族的啊。啊，汉化了，伊就无承认讲，伊就是华呐。伊汉化了，伊我倒来去看不起啥？无山族的，伊人真古怪，未记得家己，就是讲咱汉人所讲讲数典忘祖啦。未记得家己本身就是平埔族的，未记得家己本身平埔族甲高山族的完全是同款的。拢是同胞兄弟啊！我一届伫邦桥的高铁站要去坐捷运的时，看到一个瓷器的展览，非常足快。你讲到台湾的原住民的生活样貌、甲文化，讲到最后的时，对上早六七千年开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讲，尾仔讲，哎，平埔族忽然消失。1,200,000人的平埔族忽然拢消失去啊！这敢有可能？因为拢汉化去啊！不汉化了，大家未记得讲，伊本来就是平埔族的。伊读汉字，讲汉话，哦，拜祖先，姓蔡、姓陈、姓张，嘛是汉人的姓啊。公妈拜，佫甲你讲，哦，你这吼、哦、是多一个所在，多一个所在来的。我都唔知别人安怎。我就去寻根，找几礼拜，拢倒袂下。阮大姐甲阮大姐敲电话，伫遐敲电话，伫福建敲电话，等下甲我问详细，佫查看觅。我唔免查，咱的是假，咱的是清朝的官荷兰的，咱本来就平埔族，咱唔是汉人，免查。所以去年，去年我，哎，去年吼，去年我有去。福建的时候，经过迄个下菜迄个所在，地皮就讲，哎、欸，啊，你要去看你的，要找你呢，吼、
恁的祖先的所在，我唔免吹啊。阮姊也本来当前吼，两三三四当前来吹，吹几礼拜拢倒袂下。讲阮唔是汉人，阮是平埔族的，足直接安尼甲讲。我咧讲吼，太侪人无法度去想着这点，所以伫1945年的时阵啊，半山对倒来做公布，然后倒来。知识分子家己嘛想讲，伊是汉人，所以拢变做祖国派。包括日本30000的留学生，有8000人是祖国派。真正中啥回归祖国，真认真去读三民主义，去读苏联在中国，拢是孙中山、蒋介石的作品。啊、所以1945年8月15以后，我看杨基前先生的回忆录里面也说大家欢喜到呢，说啊，终于要离开日本的殖民统治，要回归祖国，要来建设新的三民主义的模范性。哦，什么自由民主，有的无的名词都出来，真新。虽然唔捌，但是半山甲咱公婆拢公家，哎嘛，感觉足兴奋足好呀，用走路拢会感觉足轻松呀。那你想讲，1947年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干那3月7日到3月14日，安尼7-8天中间，太10几万啦。讲三月大屠杀，啊，太10几万啦。台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觉醒、甲反省，但是伫中国顶下的半山，拢畏惧要紧呐，一直给你抹平，讲咱拢是中国人，啊，因为日本统治50年，所以恁脑海里的底拢是日本的面，所以才有这款的悲剧发生。检讨已经来不及，所以啊。走去海外，足济人主张啥？台湾应该由美国来托管啦、啊，台湾应该来主管啦、啊。最后拢无法度，才开始有台湾独立运动。但是我想特地对1950年到即摆2011年啊，60冬，咱个台湾独立运动拢未成功啊。啊！台湾自自60冬以来，国民党一直拢用尽彻底中国化的教育来甲咱打死，只有真少数的人，才会一开始就开始怀疑伊这个教育是不对的。而且我本身对教科书我拢无啥读。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不用读一个教科书，尽量去涉猎以外的东西。我初中的时候要较调理较戆，但是读足济遐教科书，入来到高中，我就开始有咧反省，因为我感觉真古怪呢。是安那学校的校长、训导主任、教官。洪守军的老师，拢中国人，拢中国人。我读中商的时阵，足侪老师拢足优秀的，拢留级咧，教历史、教地理、教统计、教会计，诶，拢台湾人，拢留级归国学生啊。但是因啊，拢无法度做教务主任。也是训导主任，也是校长呢。啊，古怪呢，而且校长是做10几冬，拢免换人。迄阵我就捌安尼想啊，啊，入到高中的时候，究竟吼、哦，好学校的学生较搞怪。我读高中的时候，我那班就拢咧订文星，订《自由中国》，哦，足开明的呢。啊，我那老师。
虽然讲伊是中国人，伊留学生，伊嘛足开明个呢。伊拢鼓励阮吼，教科书免读足济，但遐册人会看济。所以伫高中个时候就开始是讲有点不对劲哦，有点不对劲哦，就开始对这个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合理性或者是合法性来怀疑，有在怀疑。但是真知道，因为看这些文章看很多，知道不管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在台湾敢去跟蒋家的政权捏把的，若不是去红关去红台就去红安尼围剿就对了，在那里在这里部将杂志方面围剿，我那就去东村李敖，李敖跟徐副官，徐副官他是反对全盘西化专盘西化，但李敖是主张专盘专盘西化，是自由主义者，他说他是跟黑色跟尹乃光一脉相承的，所以自由主义者啊。啊，但徐副官东海大学教授，伊就介有一寡文字上的辩论，哦，像这物件，我安尼流传这文章吼，这文章安尼咧流传安尼读，就是想讲，即使是李敖，即使有乌色，也是尹乃光，拢是中国人。来到这个所在，要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啥集权，反对独裁，也是不容许的啦。啊，那么你本土台湾人也较敏感，所以只有乖乖做顺民。哦，认真读家己要读的册。所以我准备联考的时阵，用一百天。之前我拢个读啥？政治学，啊，化学绪论、化学原理、法律哲学，啊，各国宪法、比较宪法、比较政府、比较各国政府安尼，类似这物件，拢较制度、制度派、制度派、制度学派，哦，制度学派一些文章，较早无行为学派，哦，无行为学派，拢是制度学派，啊，读到最后。剩一礼拜，剩一百天的时候，才开始读教科书，哦，来准备联考。所以像我这款人，足足少数。大部分的同学哦，对高一的开始一年咧，读甲金牛鸡啊咧，读甲咧金牛金牛哦，啊，但是连续考三届联考都考袂到下考。啊，这款的人，啊，这款的人，我有同学是安尼，读甲金牛鸡哦，人金牛鸡啊咧哦。我唔是啊，我读，我都感觉我读啊足快乐啊！我上课听一个尔啊，啊大部分时间对住咧看我家己想要看的册，啊像咧考试啊，期中考、期末考两届，考试进行一礼拜再来开书，啊就绰绰有余啊。所以总共一句来讲吼，咱台湾现出时的危险性是啥呢？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代表本土台湾人的民进党，甲代表中国人的这个国民党，拢差不多，差不多，拢有这个想讲将来要甲中国统一的迄个主张，或者是这个观念。这对咱讲，对咱来讲啊，对咱本土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第二。透早我就看到咱秘书长一篇文章，哦，我本来是想一篇咧吼，我看看我怎个传出呢？啊，伊讲啊，这篇文章是2009年十二月七三四啊，伊讲国民党将台湾新世代彻底中国化，彻底中国化，无认为中国是企图要来并吞台湾的敌国，哦，伊讲按照即摆的趋势，中国殖民的体制，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新世代领导人啊，吼，一定是个个拢是亲中的啦。台湾就有可能吼，和中国用和平的手段去并吞去啊。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煮到尾的时候都熟啊嘛，青蛙都跳袂出去啊。
就是讲本土台湾人去互骗到五五，骗到唔知啥是真呢？真正历史是安怎？即整个历史脉络是安怎？拢无了解。那像咱秘书长演讲内底讲讲，什么人迄阵来打台湾呢？伊讲日本啊，日本来轰炸台湾呢、啊？台湾的大学生、研究生，敢若想讲是八年的抗战，是日本来轰炸台湾呢？这款的矛盾的答案出现在咱年轻人心目中，这就表示讲真大的危机。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历史，这是足悲哀的代志。犹太人讲讲，一个人，咱来讲推演到讲一个社会还是一个国家啦。一个人若唔知伊过去真正的历史，伊就绝对无光明的未来啦。咱正正就是这款的民族。咱的历史，咱所读的历史，拢是编造出来的、满编出来的物件，不三时、电视报纸所写的物件，拢是咧甲咱满编、满编事实。所以咱脑海内底无真正历史的脉络，因为无这个历史的脉络来追寻的时候，就忘了我自己是谁，讲话就无合理，做的代志行为上嘛已经拢偏差去啊，所以。家己数典忘祖拢唔知，刚听到讲汉人咧，甲你讲哦，你无爱甲中国统一，你就数典忘祖，你要独立，你就数典忘祖，啊，就惊甲要死啊！安尼，本土台湾人是毋是足可怜的啊？红里爱到底，红里爱等到鼎里咧杀，要唔知啊？红出不去，要替迄个人来算钱啊！我讲台湾人的悲哀是安尼啊，唔是你认为所讲讲啊，因为台湾人被压迫，所以有台湾人的悲哀。我感觉上被压迫迄是物质上的艰苦，也是讲精神上艰苦。即讲唔知影家己过去真正历史，啊，然后我倒转来，足济咱即摆年轻的世代，或者是讲读国民党的物件，脑海内底。钱足济，伊国民党遐使，结果我都判断真还是伪啊，没有办法判断真伪啊。啊，想代志拢用脚头，拢无用脑筋去想，哎、啊，这我感觉是台湾人的悲哀。最后去用出不去，嘛要唔知，要足欢喜。那是讲1945年的时，完全无国际观，啊嘛对中国完全无了解。刚才想讲啊，日本甲咱管甲足严，足歹，啊，所以呢，咱无爱互安尼管，咱就来抱中国的大腿，回归祖国。结果，国民党统计讲，伊伫迄几天伫二八事件是杀28000人尔，伊同齐一切来列写足白，用迄28000人。等于日本统治台湾51冬，对反叛者甲屠杀的51冬内底才杀杀28000人，都差不多遐啦。包括武侠事件讲，安尼到底是日本对台湾人较好，还是中国对台湾较好啊？刚才二八事件一。正式公布讲人口减少，伊正式有多少也是28000人。到1953年的时候，经济总部发表讲，有迄个户口无人的有126000啊。所以咱郭牧师伫这个台湾的真正历史内底讲，大概拢总被屠杀的154000人以上的。这一个3月而已，3月大屠杀，排150000人呢。台湾人嘛，唔知影讲要来为这个代志来表示一个哀伤，就是讲即摆啦，过去当然都开始的时候，咱的长辈是惊到要死啊，叫咱拢袂使讲什么囡仔人有嘴有耳无嘴啦，哦，有耳无嘴啦。啊，像我那边人家讲，哦，我跟你讲这個，你嘴都唔能讲哦。
啊，我甲你讲，遮你像伊都亲身看迄清单人都死去啊！啊，阮迄武馆，我来讲是开武馆的呢，用咱的刀甲长枪哦，迄枪吼，拢无效啊！伊那远一千多人又死去啊！哦，我那边咧怨叹给我听。所以啊，咱的心头家，你讲叫难过。不过，难过心内难过，是绝对无路用的。咱的养成一个个性，咱若拄着逆境，拄着逆境啊，爱增加。家己爱经过家己，未使因为拄着逆境，咱就怎啊消极过日啦？相反的，拄着逆境，咱爱吼哪坚强，意志哪坚定，甲逆境来奋斗，安尼咱才有可能脱离逆境。咱养成这个个性，咱民政府、咱法律建构会同心合愿。爱养成这个个性，这个逆境哪严重心，我都要哪认真。咱看犹太人，犹太人的逆境上严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台600万。啊，但是伊有远见啊，一台600万进前50吨、40吨的时候，赫佐在1895年看到讲，伊的一个犹太人叫人误会讲伊是间谍的时候，伊感觉讲法国是上疼惜犹太人的国家，结果因为伊有干的阿曼逊，迄、那个国防部内底单位，迄、那个军方的单位内底，干了一个犹太人，迄、那、犹、個、太人红过话讲，伊就是干的，然后甲伊判刑，甲伊长期甲伊监禁了呢，控制这价格，而且呢，造成整个法国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法国人对犹太人的这个不满，伊就开始反省，伊讲安尼路唔是办法啦。哦，所以伊就主张讲一定爱建立一个犹太国。迄个逆境发生的时候，伊颠倒啥坚强站起来，伊30岁尔尔，贺佐迄种才30岁尔尔，经过14年的奋斗，伊就死去啊，伊就死去啊。但伊去奋斗的时候，伊后边对两个少年呢，一个威斯曼，迄种读柏林大学。啊，这就是边古里啊！迄阵要足细汉的，对着后边，安尼继续努力，用坚强、真坚强的意志来甲这个贺佐共同奋斗。当贺佐死啊死回死的时，威斯曼接手，啊，伊甲这个边古里人一直到最后1948年的时，伊这个建国奋斗到遐久。咱民政府可能分析中心马爱来甲合作，为什么啊？本古里昂来学习，爱首先爱有准备。本古里昂48岁的时候才开始担任官职，伊当成英国殖民这个以色列的时阵，伊担任官职的时候开始做啥？组织军队啊！甲英国建议讲，我要组织一个犹太兵团，哦，要来收留各所在流难的这个犹太人，啊，帮助英国来拍德国，安尼，啊，英国方面都真赞成，因为伊兵力有限，哎，犹太人有这个意志上好啊，啊，透过这个动作的时候，伊就准备啥，为犹太的独立甲建国准备一支足强的军队啊。所以，从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8年，才9年呢。战争结束的时候啊，英国要求讲，伊所有军队拢解散，伊改放在屯垦区，化整为零，拢变成啥？变农民。但召集起来都是自己军队啊。准备啥？伊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战争，跟阿拉伯的战争啊。果然如伊所料，当联合国讲要伊建立国家的时阵，阿拉伯四面八方阿拉伯军队就入来，迄阵伊的军队已经差不多36000个人，甲40000多人中间，
内战阶级，最后你怎么真正独立了？我相信啊，这段历史会留咱啊民政府每一个中心来给祝福，因为吼、一定要有所准备啦。所以咱需要真济真济人才来参加咱这个啊民政府。咱除了伫这个所在来欢迎各位以后，以外嘛希望各位回去爱替咱民政府来找人才。回过头来就讲，这人才来一定爱先回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所以咱的课程内底非常重要哦，正视台湾的历史，就是讲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讲，咱秘书长咧所讲的，拢甲整个历史有关系。一定来讲讲，对1895年开始讲起，讲到即摆来讲，这整个拢是一个历史脉络。咱国牧师、国民、咱的教务长，伊讲到这个台湾健康历史的时，对荷兰、对郑成功时代。对万清一直讲到这摆安尼，伊看太子有关这方面的信史啊，所有国民党出版的拢毋是信史，所以有真大颠覆传统国民党和咱这个这世代也是下一世代的教育内容所讲的，超越掉整个国民党所讲的物件，所以我的囡仔来遮受训了讲。爸，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这些呢。哦，我阿爸跟你讲，但你拢无啥注意，你想这个课本拢无同款。哎，来听了有系统，安尼听了就了解，就了解。用这是绝对用安尼讲是足劲爆的。伊讲伊等于有甲因同学讲，因同学讲，哎、伊有咧注意咱的民政府的网络，伊小阿婆我知影。但咱需要较济人知，唔是少数人知。不但老一辈爱知，中生代爱知，上重要就是少年的家爱了解爱知影。若毋知影时，迄行路一直拍车去，将整个未来的五万拢放伫中国，这是绝对错误的，绝对错误的。所以哦，我今日看到这个，咱秘书长2009年12月13日，还是2009年07日中间写的文章，用台湾切割。中国之后，这个文章各位可能有提到这 paper 哈、我感觉讲大家认真加拜读，一定对内底有得到真大的这个收获呢。啊，我看了我是啊足感慨。我甲我的国内朋友简单写一个，比如讲这篇文章看了我足心酸的啦，我足心酸的。我看第一篇啊，我看足心酸，讲吼。因为我很心酸，所以请大家跟我分享我的心酸，不是分享我欢喜啊。那好的朋友是啥？上面我艰苦的所在，你也要跟我分享，跟我斗负担；我欢喜的所在，你来跟我分享。好朋友是安尼，所以啊，咱希望讲，咱即摆每一个人来这个所在，认真甲这两天较低的课程来。聆听，做笔记，来做笔记，我已经做足侪笔记。哦，做笔记了，你若有啥物将来搁读相关的文章，会当把要点放做伙，变成你的学问。我经过伫这个所在都差不多一年的受教，啊，我都已经整理出一套物件。我这两礼拜嘛写袂少物件，写文章，啊嘛因为你写文章，都看足侪相关的物件。哦，相关这个方面的这个论述，哦，我对这个1945年写到咱的2000年左右，已经写到讲咱的何瑞仁写一篇《Understanding》一篇文章吼，等等英文的《Understand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ies His Position of Formosa》。And the Piscator
这篇文章英文的拢总十二个密密麻麻。啊，伊发表伫这个哈佛亚洲季刊 ，Harvard Asia Quarterly 就是一个 quarter 一刊哦 ，quarter 一个 quarter 一年有四刊哦，一季一刊，一季一刊，所以 quarter 叫做季刊，哈佛亚洲季刊。我这礼拜大部分时间拢在研究这篇文章，啊，看足感慨。啊，我要伫礼拜天哩讲，来甲大家报告我研习的心得。啊，我简单讲我这个所在。最后，祝大家伫这两天较个研习收获满满，哦，身心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起立！立正，行礼。加油！